我身后就是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总理、首席大法官詹姆斯·马丁之名命名的马丁广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在电影《黑客帝国》里面的话，你有在虚拟世界里面训练的时候，被一个红衣女孩吸引的那一幕场景，就是在这里取景的。还有在2006年大片《超人再起》中，超人从车祸中救出凯蒂的那一幕，也是在这里取的景。可能很多待在悉尼的华人很少会来马丁广场，包括我自己。但其实，在当地人心中的话，马丁广场是悉尼的城市心脏。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，是因为邮政总局及其附属的电报局都在这里。以前信息比较闭塞，一些重要消息首先到达的就是马丁广场，所以久而久之，这里成为了人们聚集等候或庆祝重要消息的地方。最好的佐证就是战争纪念。现在这里差不多就是澳洲的硅谷，包括澳洲几个主要银行总部的所在地。脸书、谷歌、领英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 Expedia 和网络储存公司 Dropbox 和苹果都在此地。